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志玲。为了迎接2018年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的到来，2017台中花都艺术季闭幕夜的音乐奇幻秀听花开将于2017年12月16日晚上7时30分在台中市太平运动场免费登场，以阿卡贝拉的人声演唱结合新马戏表演、舞蹈、舞台剧、香氛装置等等的元素，透过小女孩朵朵的精灵世界奇异之旅，带出水晶球、特技风筝、武力方等表演，更运用 LED 营造波光粼粼的奇幻场景，让台湾民众在夜空下野餐并享受特殊的无感体验。为了2017年台中花都艺术季的活动画下完美句点，台中市最会推广公益电影的万代福影城总裁黄炳熙表示，他为了鼓励更多台湾民众也能踊跃参与2017台中花都艺术季系列活动，即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，凡是在部落格或是脸书发表千字以上2017台中花都艺术季系列活动报道、协助活动宣传或是参与2017台中花都艺术季系列活动后发表心得感想的前100名热情台湾民众，凭相关部落格或是 FB 粉丝页网站网址连结，万代福影城将在加码招待免费任选看万代福10部最新电影，以回馈热情参与2017台中花都艺术季系列活动的台湾民众，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。1 2 3